要求难度就要大一些。后防线实际上是比较要求配合、默契、协防。也不错，顶到了，球进了。这球有没有越位？没有越位，进球有效。马丁内斯啊，尔马，罗杰·马丁内斯，帮助球队首开纪录，加盟中超啊，11分钟04秒进球。没有花钱的模式啊，就不想，因为防守队员啊，我们看啊，卡住了位置，身体应该足够强壮。这个定位球特加拉找的点实在是太准了，对，而且球速也挺快的，顶得非常刁钻，顶得非常好，对，可以说没错。再来看啊，当然之前酝酿都很好，头球呢其实传的不是很好啊。哎呀，杜威啊，杜威啊，杜威应该靠住对方，对，让阿尔马从自己的身后溜过去，你看。其实身位都不见得完全过去了，但是就是多伸了一腿。对，杜威太聪明了。哎呀，这两个人，刘汉华对于张雷来说呢，没有什么问题。罗杰·马丁内斯来主罚这次点球，主演在跟裁判理论，我放的是不是有点过于靠前了？而这也是守门员和罚点球队员之间的一种斗智斗勇。看一下点球，有一个节奏变化，主演虽然他扑到了，但是还是没有能够去挑球。比赛的胜局，这次呢，在3-0的情况之下，吉祥锦上添花，一个助攻。再来看一下这次反击，非常的经典，给过去之后没有越位，特吉拉高速向前，凌波微步，如袜生尘，衔尾起走，两杆猿声提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急如闪电，快如风，银刀。右边有空的，看到了，找到了吉祥。抢球进！哇，这球进了！马丁，这个马丁是自己在中路吸引了对方防守球员的注意力，交给吉祥以后，啊，那是顾文霞。他这个左边这是往中路靠太大了。特谢拉，分正一下，是特谢拉的分球找到了吉祥，然后吉祥再交给抢前点。完成冲顶破门的罗杰·马丁内斯的厉害呀、这个罗杰·马丁内斯，这两个人而且配合非常密切。内斯五场联赛6个进球，这个状态真的是太不错了，是也是点燃了男子队的热情。再来看一下，确实是打到了边路，然后顶到了中路，马内斯速度太快了，追不上，这一下再想追张欣欣去再慢了速度，而这个三中卫的左边中卫李磊再想补防也有点来不及，这个空间现在几位队员，李志超的打门，又是杨志，还有机会二次进攻，马丁内斯梅开二度，阿马关键时刻反超了比分，这完全又是马丁内斯的个人嗅觉太好了。再来看一下李志超，这条打门已经非常不错了，杨志说的已经是把他力所能及的都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在二点的控制方面，马丁内斯突然是杀了过去。哎呦，这球好啊！打门球进了。对，我们看这个球，就一个小的一个斜线的一个整张国足西安主场门票，中奖名单将在乐视中超微信公众号和乐视体育APP。这会儿我操，如果我在想，如果我要去欧洲的话，就把马丁内斯串进去。
比分已经4-1了，而且这球打的真的是角度足够刁钻，质量很高。关键确实也没什么办法，一晃这。